纳瑞宣大学以泰国著名的纳瑞宣大帝的名字命名，自1990年7月29日正式创建以来，已经走过21年发展之路。纳瑞宣大学坚持以知识为本、强泰国社会的办学宗旨，致力于把学生培养成知识丰富、品德优秀的人才，同时他们也将成为高品质的国家公民。这不仅是良好社会生活的保证，也将对泰国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深远影响。目前，纳瑞宣大学拥有5大独立学院及研究所，以及其他16个学院。5大独立学院及研究所是研究生院、可再生能源技术研究所、国际学院、物流和供应链研究所以及基础科学研究所。其他16个学院可以分为3个部分。健康科学部由7个学院组成。他们是医学院、制药科学学院、牙科学院、护理学院、医疗科学学院、医疗保健科学学院、公共卫生学院。科学与技术部由4个学院组成，他们是科学学院、工程学院、农业自然资源与环境学院、建筑与设计学院。社会科学部由5个学院组成，他们是教育学院、人文学院、社会科学学院、管理与信息科学学院、法学院。我们的目标是以卓越深厚的学术基础来教育出知识全面的毕业生，他们不仅有一定学术能力，而且受过专业训练，他们不仅理论基础扎实，实际操作熟练，而且头脑还将受到当前国际最新知识、最新理念的洗礼，并且有强烈的上进心。纳瑞宣大学致力于4项重要办学使命，即优秀的学生，我校旨在教育出在自身专业领域知识全面、技术娴熟的毕业生。研究，我们的研究专注于科学的创新和发展，以更好地服务经济建设以及社会发展。学术服务，我校为当地社会、社区各方面的教育事业提供服务，做出了巨大贡献。文化艺术保护，文化艺术的保护和研究将营造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心态。无论时光如何转变，世界如何改变，纳瑞宣大学将坚守对社会的承诺。我们将继续把学生培养成为道德优良、品质高尚的人才，兢兢业业，生生不息。我们将继续向着一流大学的目标迈进，锲而不舍，始终如一。相信在不久的将来，纳瑞宣大学将最终成为在学术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著名学府。这是纳瑞宣大学承诺的美好未来，也是纳瑞宣大学正在蒸蒸日上的现实。